OK， 感谢主哈，我们的Amen， 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很好的神来的 ，Amen，Amen， 哈利路亚。我们知道呢，啊，这新年已经要来了哈。那么呢，我们的这个的主所国子的这个聚会呢，我们是放在二月的17号。啊，但是呢，这来临的星期四，其实我就跟大家分享哈，关于在这一方面了哈 ，OK， 那啊，当在我们要收这个主所国子的这个的聚会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就有听到有很好很好的见证，才上个礼拜罢了，我在 Port Dickson 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的姐妹那里来分享她的见证，关于在这一方面的另外一个人教会的。然后呢，今天早上呢，我又收到一个的信息，哇，讲到神怎样的祝福她。那这些呢，全部呢，今天晚上不会跟你们讲。啊，这星期四再跟你们讲啊，这些的见证了哈。我告诉你们的神，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的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就是更好的关系，哈，更好的关系。那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呢，在一月头的时候呢，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更好的一个优先次序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内外更刚强。如果内外要更刚强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更好的优先次序。所以我们应当要做什么啊？那这里就有那个的经文了，希望大家能够看到马太福音的第6章33节啊，哈。啊，不是这个，马太福音的第6章33节。马太福音第6章33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。他讲到什么？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。所以呢，在地坛的那个聚会的时候呢，我就跟大家讲了什么呢？我们就要先求我们的神，对不对？那就好像那个罐子的里面第一粒石头最大力的那一个，就是我们的神啊，要先放进去那个的罐子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先求我们的国啊？那第一就是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的决定，要更爱的，更多的来爱他，做那个决定。今天我要更爱我的主，耶稣呢，花更多的时间来读他的话语，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，然后讲关于更多关于我们这神。一有机会提到我们的神，提到我们的耶稣的话，我们就要提到他了啊！你知道吗？我都有讲过，我们爱一样东西或者爱什么东西都好呢，一般我们都一直的常常提到那样东西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是爱耶稣的话，你会常常的提到这位耶稣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讲到什么呢？我们要专注在那些永恒的事， Focus on the eternal。 OK， 那如果有一件事哈，我们要做的，我们就要问呢，到底这件事我所做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，或者只不过是带给我一个暂时的满足而已。如果那样东西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永远的那种价值的话，永恒的价值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做那件事，对不对？先做那件事，然后才做其他的事。那记得神没有说到我们只做他的事罢了，哇，我们所爱的东西就可以做，他没有这样子说哈，啊，只不过是哎要把它放在第一而已哈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呢？更好的关系，更好的关系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个的华人新年要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华人新年要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遇到哈，或者是跟我们的亲戚啊，我们的朋友啊，全部都会有机会去见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。那我们看这个的大诫命，马太福音的第22章37到39节。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。他回答，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，第二条也和他相似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 Amen。 所以呢，第一个的聚会就讲到什么呢？我们要爱我们的神，对不对？先把它放在第一，然后现在呢要讲什么？爱人如己的更好的关系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当中，圣灵啊，在这个时刻我祷告，求你来恩膏我，让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你而来，让弟兄姐妹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他们都能够拥有你给我们的那个的爱，去爱人如己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， Amen, Amen。 好了，那当你讲到跟人际关系要好的话呢，
很自然的，我们就会想到一个的作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的作者呢，他的名字是叫 Dale Carnegie， 就是卡内基。那早期的在我们的教会呢，其实我们都有鼓励啊，弟兄姐妹去读那本书啊。你们有看过那本书？哎，看这本书的，举手一下。啊，就哎呀，然后几个人有看这本书，对不对啊？哈，啊，这个人卡内基啊，他的书就很出名的，一直到今天呢。这本书是很久以前写的，但是到今天呢，还是那么多人看了哈。就是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， 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别人。那这本书呢，我告诉你呢，是很好的书来的。那当然，在那本书的里面呢，它都有讲很多很多的方面，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有那些好的技巧，哈，让我们有更好的那个的关系。那今天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到太多。如果你要知道很多的话呢，你去读那本书。但是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五方面关于到技巧 ，OK？ 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方面。好了，那第一，如果我们要好的技巧的话，跟人要有好的关系的话呢，很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一定要很真诚的对人要有兴趣 ，be genuinely interested in other people。那有一句话是这样子的：人是不管你知道有多少的知识。一直到他知道你关心他有多少，明白吗？ People don'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， 明白吗？就是说呢，那很多的时候呢，人家要知道你多么的关心他，多么的爱他，然后他才要知道你有多么有智慧有知识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首先呢，我们对人要有兴趣。那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，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思想。 Amen。 不要单单的顾我们的事，但是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。 Be interested in other people。 所以我怎么样才能够对人可以有这种的兴趣呢？开始的问一些的问题咯，问那个人一些的问题咯啊，但是呢，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记得最重要要从心里面做出来，不然的话呢就很假，有吗？有一些他们去上课上了课，然后用这种技巧的，但是你知道是很假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做生意刚刚学嘛，你看就看得出啊，听就听得出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在他开始讲这种话，开始讲了，去终点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要从心里面做的，对人要有那个的兴趣。那每一次当我们看到人的时候，你要想到两件事。每一个人都是很有趣的，那我们的工作呢是去看一下，找一下原因，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有趣的呢？然后第二呢，每一个人我们所遇到的呢，一定是懂一些东西是我们不会的，比我们还要专业的，所以我们就能够从他的身上来学一些的东西。所以刚才我讲的第一个是什么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的故事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的故事，只要如果我们对他有兴趣的话，如果我们对他问他问题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告诉我们他的那一个的故事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在那个第一个信息我跟您分享的关于那个的巴拉牧师，有吗？那时候他小的时候啊，就梦游啊，然后呢就走去那个坟墓那边呢。那我真的知道这个的故事，其实我是不知道的，你知道吗？哈，但是就是那时候在一月份的时候呢，就是跟一般的牧师出去吃东西，然后呢我就坐在他的旁边，我记得他坐在我旁边吧，你懂吗？哇，在那边很多人话讲，他就很近，坐那边没有话讲，你知道吗？很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看到这样近的时候呢，我就怎么样？哎呀，就用这个原则啊，他一定有一个故事可以讲的啊，我就开始的问他一些的问题咯。讲到，哎，你侍奉在教会里面有多少年了啊？那为什么你要做一个牧师啊？你在教会的里面，你是服侍什么岗位啦？我告诉你啊，记住他是很近的。当我问到这种问题的时候，刚一开始讲话的时候，哇，就没有 stop 了。我跟你讲，就好像跟我讲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讲，哇，讲没有停了嘞。我跟你讲嘞，在车的时候，哇，再讲到完的时候啊，刚好有别人跟我讲话。讲完了过后呢，他又这样，I haven't finished my story 啊，所以 my story 哇，还继续的讲呢。我跟你讲，一直的讲完了，然后总共啊，他跟我讲话大概有一个小时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跟你们讲的是非常的速短，对不对啊？我跟你讲的故事讲嘴巴了，但是呢，他跟我讲的故事呢是一个小时半呐、啊，我只用那些的重点这样子来跟你们讲他的那一个故事。所以用这边我要告诉你啊，
当你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，是不是很有趣？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？我听到他的见证的时候，哇，我想到什么呢？感谢主，讲道的时候有故事讲了。我觉得哇，一定要跟你们来分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人要有这个的兴趣。好，第二个技巧呢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笑容。那你知道吗？笑容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武器来的。当你笑着微笑一下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情都会不一样的。我告诉你，试试一下。其实我有一个的 video， 我不懂他们有 download 吗？那个 video 有哈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的 video 哈。不到一分钟，有吗？没有下载带，忘记了，有吗？没有啊，有没有？没有 ，OK， 没有，好的，没有，因为那个 video 我太早给了，变紧。下一次你们再看那个的 video。那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神的时候呢，你会想到他怎么样？哎呀，想到我们的神可能就是很严肃的那一个这样子啊，然后在神的家就是要很严肃啊，不可以笑啊，还是什么这样子哈、啊。但是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呢，你发觉到呢，其实当神交代这个的摩西告诉亚伦这样的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你看他是怎么样的讲的？那这个是在民数记的第六章24-26节，来我们看这个的经文。民数记第六章24-26节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笑颜垂顾你，施恩给你；愿耶和华恩待你，赐你平安。Amen。那你会看到25节的时候，他讲了什么呢？笑颜垂顾你，有吗 ？May the Lord smile on you， 你看到吗？那这个是神交代这个的摩西，你要跟亚伦这样子讲的嘞。原来当神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的时候，他是微笑着这样子来帮助我们的嘞。那是为什么这个的微笑呢是那么的有能力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是因为当我们微笑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跟人说什么呢？在跟人说我欢迎你，我接纳你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的微笑。那现在呢有一个的行业很赚钱的一个的行业呢，就是什么化妆品的这个的行业啊，这个的行业。那这个的行业呢，其实是值差不多5286亿，哇 ，$528.6 billion， 5286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化妆品的这个的它的行业的价值哈。那他们做一个的调查，我们就发觉到，平均一个的女生花多少时间来让他的脸有进步化妆的话，你猜一下，平均世界上大概用多少的时间？擦乳霜也好啊，什么都好啊 ，makeup 也好，啊，平均到来呢是55分钟，接近一个小时。平均到来，每一天哦，每一天哦，哇，每个人，因为就算他没有最近没化妆的话，晚上的时间还擦 lotion 啊 ，cleaner 什么的，很多东西啦，对不对？平均到来呢，差不多55分钟，差不多是一个小时。然后他们又做另外一个的调查，那这个调查是这样子的，他就给那些男人哈、看那些的女生，你知道吗？看哪里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有那种的吸引力的。那么当他们叫他们看的时候，他们就发觉到一件事，他讲到呢那一些。最有吸引力的或者是吸引到他们的都是那些有微笑的女生。然后这个调查不只是这样子罢了哦，有一些呢是有化妆的，化妆的哈，但是没有笑。然后呢有一些是没有化妆的但是有笑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哪里一个会比较有吸引力。你知道那些男生选哪里一个吗？都是那些有笑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变成呢你的微笑、还比你的化妆还要重要咧。化妆了然后没有笑不可以。啊，这个不是我讲的，这个是他们做调查他们讲的 ,OK? 啊，不是讲的，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这样讲，这个是他们讲的 ,OK? 他们做调查的时候他们就发觉到这样子的事。那简单的说什么？简单的说呢，弟兄姊妹，就是什么？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其实你可以试试看的。
而在那天不了我们去探访这个的志忠，然后呢他的那个最小的那个的女儿在家，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坐坐跟他谈话这样子，讲完了过后呢他的那个最小的那个的女儿呢，我们就假假的要抱他回家这样子你知道吗，然后呢就来他真的是跟我，然后那个志忠讲什么，我这个的最小的女孩是没有跟人的嘞，没有的嘞，但是就是帮忙当师母要抱他的，给师母抱我还不用紧呢，走出去再跟他们拜拜嘞，就说这个 是不会发生的嘞，不可能的嘞，他没有跟的，那为什么还会跟师母呢？为什么笑咯，我告诉你，因为当你在他的家的时候，你一直的微笑一直的笑一直的笑的话呢，你在跟那个婴孩讲什么，那个的 baby 讲什么，我欢迎你，我接纳你嘞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了人家就感受到很舒服，所以变成了就跟咯。那但是呢，如果你也试试看这个的 experiment 去到那个家的时候，那 baby 你不要笑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讲话都会哭啊，真的啊，这个 experiment 是我弟弟做过的，我跟你讲他时常要做这样子的事的，明白吗？他就是不要笑这样子的时候，就是哇，那个 baby 看到他要哭啊，你知道吗？怕他，所以呢，微笑是很重要的哈，这个是一个技巧来的，说笑多一点，笑多一点。好了，那第三呢，就是要记得人的名 ，remember names， 记得人的名啊，我告诉你哦，人的名哈。对他们来说是那个最好听的声音来的，对很多人来说是那个最好听的那个声音来的。那你知道吗？我们都会知道那些对我们很亲的人的名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相信吗？你知不知道你的丈夫的名字是什么？肯定知道嘛，对？你知道你的太太的名字叫什么吗？哇，不知道的话就严重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有时候一些人他们会 test 你一下，有时候你填表格有吗？填表格的时候不是要填你的，不是你的名填你太太的名，填的过去他的 IC 耶，IC 你还记得吗？以前不单单名字到不了 IC 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也知道了，我也写了写在那边，我说 OK pass。 所以呢，名是很重要的，你看我们的丈夫啊，我们太太名你都知道，然后我们的孩子的名字知道不知道？当然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很亲嘛，对你很亲的人，很重要的人，你都会知道他的名的，除了那一些我们不认识的，你才不知道他们的那个的名。所以呢，意思是说什么？人的名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当你叫到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名的时候呢，那个人就感受到好像很被尊重这样子。他感受到，我对你来说好像很重要这样子。你知道吗？神一直跟我们呢要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的关系。所以当神叫我们的时候呢，他是用我们的名来叫我们的哦。有这个的经文吗？有，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3章第一节。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一节，但是雅各啊，那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那塑造你的主，现在这样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，你是属我的。 Amen。 那后面那边他说什么呢？ I have called you， 这边没有吗？ I have called you by name， 有吗？ You are mine， 我按照你的名呼召了你，你是属于我的，有吗？神是用我们的名来叫我的哦。那最近师母和我呢，我们就有看一个系列的戏呢，叫做Chosen， 其实这个 Chosen 呢现在是有在 Netflix 里面。那些有看 Netflix 的人呢，谢谢。那些有看 Netflix 的人呢，你们可以看这个的 Chosen， 这个是一个的系列的，讲到耶稣的。那当然在这个戏的里面呢，他很多如果圣经有记载的故事呢，他都跟到很近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但是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都没有写到很仔细的那一种这样子。比如说当耶稣没有在讲到医治人或者教导的时候，耶稣还在做什么啊？好吗？用他们的想象力呢，可能耶稣在做这样的东西。彼得呢？彼得又在做什么啊？然后这个马太，他是一个的税吏来的，有吗？
哪一个的税吏，他的人是怎么样的。那圣经的时候都没有讲嘛，对不对？他讲有这个人，但是没有讲到很仔细嘛。所以在那个戏的里面，当然还加了很多的东西下去了哈。然后比如说在马太的，为什么人家会恨他，他加了很多的东西。那但是呢，那一些有跟着圣经的那些部分呢，我告诉你呢，哇，你看到的时候呢，你觉得哇很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其中的一方面呢，他们所演出来的呢，就是这个的经文了，神用人的名来叫了我们这样子哈。那他用的那个的例子呢，是用那个玛利亚，莫塔拉的玛利亚 ，Mary Magdalene。莫塔拉的玛利亚，那莫塔拉的玛利亚呢，其实她是被七个鬼呢被鬼附的哈。那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第九节。那在这个的戏的里面，在这个戏里面，因为她是被鬼附的嘛，所以很多人呢都好像看不起她这样子的，然后看到她都会怕这样子，以为她是疯的这样子哈。所以呢，这些人呢全部都看到她的时候呢，是没有用她的那个的真名的哇来叫她的，反而是用另外一个的名叫她的。每次叫他 Lilith 这样子的。当我们看到这戏的时候呢，我也在猜哇，到底这个是谁来的？圣经有讲到这个的人物吗？但是我猜他应该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啦。所以很多人都是用他的那个的假名这样来叫他的。一直到什么呢？一直到他遇到耶稣，当他在走的时候呢，耶稣叫他。但是当耶稣叫他的时候呢，他不是用这个的名 Lilith 这样子来叫他，没有，他是用莫大拉的玛利亚。他用他的真名这样子来叫他，所以当他一被用他的真名叫他的时候呢，突然间他就惊讶一下，为什么有一个人是用我的名来叫我的呢？为什么还会知道我的这个的真名了呢？然后就在那时刻，耶稣就医治了他，然后他就跟随了耶稣。哇，所以我看到那个时候哇很有意思，哇，真的是很有意思哦，哇，每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叫他那个的真名，除了耶稣，他都知道他的真名，虽然他都没有遇过耶稣的，哇，所以啊，那个你可以看了哈。那当然，当你要看这个戏的时候呢，最好你们有读那个的四福音书啦。其实啊，前面那个戏的时候都有讲的 ，Please read the gospel 啊，这样，请你读圣经哦，请你读那个的部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他们想象出来的，然后什么东西是。有写在那个圣经的里面，很好的一部戏来的，叫做《Chosen》。所以我要讲的什么？如果我们跟人要有一个更好的关系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他的那名字。好了，第四，那第四个技巧呢，就是你要做一个好的聆听者，好的聆听者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。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，我亲爱的弟兄们。你们要知道，人人都应该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一点动怒。Amen。那这个的经文呢，告诉我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要快快的听。那如果你的人际关系要好的话，你就是要做一个好的聆听者。那做一个好的聆听者，你就需要有很多的忍耐咯。很多的时候都是要鼓励人啊，讲关于更多他们的事。你要记得。刚才我讲的第一个什么，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故事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每一个人都有一样东西是比我们好的，所以我们能够向他们来学习。所以最近呢，其实我就去了吉隆坡哈，去吉隆坡是因为要买这个啊，我们的 projector 的这个的 remote control， 哇，终于买到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他们不需要爬到上去啊才开了哈，现在不用了，现在有 remote control 开了。那么我去吉隆坡，去吉隆坡的时候呢，去那边买了那个的遥控过后呢，那 remote control 呢，我就去其他的店，你知道吗？一个 hi-fi 的店那里啊哈，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东西啊，看有什么新的东西啊，然后学一些东西这样子。啊，进了这个的 hi-fi 的店了过后，就那个我在看了，那个人就跟我讲了，他讲啊，看啊，如果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帮到你的，你跟我讲啊。然后他就走去做他的东西这样子了，然后就静静的这样子来走啊，走去那边啊，看很多的东西这样子哦。我看了过后，然后我就回去那个第一个原则啦，对不对？对人要有有趣嘛，这个人应该是为什么还这样有趣的啊？一定要有兴趣，对不对？所以就问他咯，到底他有怎么样的故事？又开始问他很多的问题这样子哈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人又一样的，又开始了讲很多的东西啊！啊，我告诉你，所以有时候呢，师母呢不喜欢跟我出去啊，
因为呢，当我一开那个关头的时候，哇，他们就讲讲不停了。我跟你讲哦，他们可以讲很久很久的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哇，所以这个呢，很多故事可以讲嘞。然后不单单的讲故事罢了嘞，然后还跟我讲有一些事我不懂的事，他真的是有些东西是比我还要会的。那你知道吗？哈，我最近我才知道这样子的事。那现在呢，哦，在我们的台上呢，我们都有带那个的耳机，有吗？那那个的耳机呢，啊，一个多少钱？我买的话呢，大概是200多块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哈，200多块这样子。然后我以为啊，我以为哇，200多块 OK 啦，哈。最贵的话呢，可能是4000多块、5000块这样子。那这个是我有一个朗高位，他是很专业的人买的。单单那个的耳机哦，4000块、5000块，我已经很贵哦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到我遇到这个人，他就跟我讲什么呢？他讲你知道吗？哈，做这种的耳机啊，那些你听那些歌手的哈，你知道是怎么样做的吗？他讲哈，这个的耳机他们买的哈，大概是20000多，20多千呐、啊。哦，那20多千一个的耳机这样子来音乐模拟的，到底是怎样做的？他讲，你知道他怎样做的吗？他是这样子做的，他们用那个 silicone 哦，打进去你的耳朵的里面，拿那个膜出来，就好像我们去牙科啊，他拿那个牙齿的膜有吗？然后给你做那个牙齿出来，他是打进去你耳朵里面拿那个膜出来，拿了那个膜呢，然后就会送去美国，然后美国那边特定做给你。他讲，因为每一个人的耳朵那个的动能是不一样的。很独特的，然后美国做好了过后，他就寄回来给你，所以寄回来给你的时候，只有那个人可以用罢了哦，因为对他来讲是很独特的，别人的塞不进去。他讲，当你看到那个盒子的时候啊，呼，你就知道是贵的东西了，20多千啊，哇，20多千啊，我没有买了。我说 OK 的啊，我可以问很多东西的，那都是没有买的，哪一个的知识了，对不对？哈，哪一个的知识？最少我知道嘛，哦，原来有这样子的东西嘞，我从来没有听过嘞，哈，那耳机都有哇，拿那个膜这样子嘞，哇，这样太夸张了，这个太夸张了。然后当然，他那天呢，我是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去的哈，他哇一直在讲，也是一样的，跟我讲也是讲不停啊，因为我带着我孩子出来要载他们回去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他也一样的可以讲到他翻工啊！真的，他的故事讲不完啊！我告诉你，所以呢，下一次当我去那边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以跟你 confirm， 他一定知道我是谁了的。这个也是一个的技巧来的。好，第五个技巧是什么呢？就是多一点给人家鼓励 ，give more encouragement。OK， 帖撒罗尼迦前书5:11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11节，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，互相造就，正如你们一向所行的。阿们，阿们。那当我们鼓励一个人的时候呢，鼓励呢，其实最少能够帮助我们四件事。那第一呢，鼓励会做到什么呢？当我们鼓励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他就会给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那些的事。It will create awareness。比如说，最近当我去 Bodixon 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个的弟兄就出来了，就哎呀，牧师，哇，我最记得的就是上一次你所分享的一个东西。他讲，我讲分享什么？他讲，你就分享到呢，当你在家的时候呢，你很喜欢用方言祷告啊，然后在那边祷告啊，然后一直到那个的目的地。当你讲完了过后呢，哇，我就开始的也做同样的一件事。所以每一次现在呢，当我开车的时候呢，哇，大概有20分钟从我的家去那个地方，我都好像你这样子一样讲，哇，牧师真的是很好啊，谢谢你跟我这样子分享耶。哇，对我姐妹这样子的是不是鼓励到我了？对啊，觉得哎，哇，原来我这样子的分享真的是有效的哦，真的是有人这样子说哦，所以他告诉我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已经分享了出去，但是有没有人行我不知道的嘛。但是当他这样子分享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的知道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事。然后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有什么有把握咯。当你鼓励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就给那个人的 confidence， 有把握。所以变成了，比如说他这样的鼓励我到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这个东西如果在教会啊，他们没有讲过这个东西的话，我要讲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帮到人嘛。一样的，那如果有人他煮咖喱鸡来教会，
哇，然后你知道那咖喱鸡的时候，你看哇，你的咖喱鸡真的是很好吃嘞。那个人还会感受到怎样？很好，对不对啊？很被鼓励嘛，哈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哈，你给就给了很多的把握了，很多的信心了。还会跟你讲什么？其实这个咖喱鸡还不算什么嘞，我还有多一样嘞。你要 try 我的药材鸡啊，那个才够力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当你鼓励人的时候，你给人家把握嘛，人家做更多嘛，哇，很 confident 的。但是哎呀，很难吃嘞，哇，告诉你，不用吃了，下次不用吃了，不要叫我煮了，不要叫我煮了，不用紧，我不会煮的。对不对啊？当你鼓励人的时候，你就会给人家把握咯。然后当你在鼓励他的时候，你也使到人的态度会进步咯，更好的态度咯。那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人当他在鼓励你的时候，哇，你脸臭臭的？没有啦，对不对？给人家鼓励的话，哇，你肯定是不一样的嘛。就好像上个礼拜这样子去报领圣的时候，还没有去讲道的时候，这个弟兄讲，哇，记得你跟我分享的时候啊，哇，真的是很好啊，帮助到我嘞。那天的早上的讲道不一样，我跟你讲，呼，走也是远一点了，呼，也是比较有力啊，呼，哇，讲到呼啊，这样啊，被鼓励嘛，对不对？还会使到我们的态度有这种的进步。然后，当这三件事你做到的时候呢，最后呢，当你鼓励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他会使到我们有行动了，你会使到人会有行动的。你要人家向前走吗？有行动吗？是一些新的东西吗？对很多人来讲其实都不容易的。但是当你一直鼓励人的时候，你开始的给他们知道一些可能以前他们不知道的事，你开始的栽培他们的把握出来，然后他们的态度也进步了，到最后他们就开始的相信他们是可以做到这件事的，然后他们就会有行动了。这个就是那个鼓励的那个的力量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技巧的那一方面。在这个的新年的里面，当你遇到你的朋友，遇到你的亲戚，这种试试用一下，我告诉你是很好用的。你会发觉到呢，你跟人的关系呢，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的进步的，更好的关系。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技巧。好了，除了技巧以外，我们需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好好的懂得的，好好的选择我们的朋友。我们跟什么人在一起，我们就会像什么人。箴言书的第十二章二十六节，箴言书第十二章二十六节，一人引人走正路，二人领人入歧途。 Amen Amen。 那如果是一人的话，他就引我们走正路，所以英文就说什么呢？ The righteous choose their friends carefully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选我们的那个的朋友，因为我们跟什么人在一起，我们就会像什么人。那当我们看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个的经文真的是很真的。比如说这个的彼得还有这个的约翰，那当他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们是没有学问的，他们不像那些的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差不多把整本圣经都背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的有学问的。但是呢，这个的彼得和约翰是没有学问的，彼得是没有胆的，所以变成了当人家抓了耶稣了过后，问他你认识耶稣吗？你是跟耶稣在一起的吗？然后他讲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，否认耶稣三次。约翰呢，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的脾气。他和他的这个的哥哥耶稣叫他们雷子 Sons of Thunder 啊，多之前就是他们了，托着雷神嘛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他们就是好像这样子了，脾气非常的不好啊。约翰对人就是没有怜悯的心的，不会爱人的。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，但是要经过撒玛利亚村的时候，但是撒玛利亚人那个村不欢迎耶稣，约翰和雅各说什么呢？耶稣，你要不要我们从天上浇火降下来毁灭他们？哎，这个就是约翰呢，还有这个的雅各呢，耶稣还要什么责备他们？责备他们，因为他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那但是当他们跟耶稣在一起一段时间了，你会发觉到这两个人呢，他们也开始的改变了。圣经是怎样的说的呢？那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四章十三节。
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节，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，也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，就很惊奇，同时认出他们是耶稣一伙的。Amen。 哇，他们看到这个的彼得和约翰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两个人怎么样，是没有学问的平民来的，平民来的。然后突然间看到他们所做的事，他们就很稀奇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到啊，哦，这两个人是跟耶稣在一起的。这两个人还有怎么样的改变呢？你还记得刚才我讲，他们是没有学问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新约他们有分写的哦。约翰写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，然后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。彼得呢？彼得写彼得前书，还有彼得后书呢。哇，新约的作者来的嘞，他们以前是没有学问的嘞，现在哇，很会讲道，非常的懂解经，然后还写新约的书。他们以前是罪人来的，但是现在是叫人家认罪悔改，到处去一直的行神迹。以前是没有胆的，但是现在他们是充满着胆量，不怕人也不怕死啊。以前对人没有什么爱的，当大祭司带着罗马兵来抓耶稣的时候，哇，这个的彼得拿着刀，然后砍那个大祭司的他的仆人的耳朵，有吗？这个就是彼得来砍下来了，哇，这个就是彼得啦。但是现在你看他们所写的经文，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，那这个呢是在去年我们常常有看的一个的经文来的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，主绝不单言他的应许，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一样，其实他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灭亡，却愿人人都悔改。哇，谁写的这个？彼得写的呢？还讲到什么？不愿有一人灭亡，却愿人人都悔改啊。他讲哇，耶稣来是要救每一个人呢。他以前他砍人家的耳朵的，你还记得吗？现在讲每一个人耶稣都要救，每一个人都要救。哎，但是哎，牧师，但是这个的经文彼得都没有讲到爱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看另外一个的经文，彼得说什么？来，另外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，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 Amen， 这个是彼得说的，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。哇，你看这个的彼得改变吗？有吗？最重要的就是要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哇，原来这句话是彼得写的哦。以前没有怎么样爱，没有什么爱的人，现在却能够讲这样子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因为常常跟耶稣在一起嘛。他写的也非常的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夫妻的关系，在婚姻的里面，我们需要有很多的爱，就是这样子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不是完全的人嘛，常常会做错的嘛，但是有爱的话，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咯。最近我就听到有一个人啊，那是忘记是谁了啊，还跟我讲了，哇，讲结婚的时候呢，有两个啊行业的人呢是最难的，讲第一呢就是什么？第一就是那个 accountant 啊，讲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很会算嘛，你每次做错了，算。第二你是谁啊？律师啊，讲，笑话来的，笑话来的。第三是谁啊？第三他也不懂啊，还忘记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啊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有爱的话，我们才不跟人家来计算；没有爱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会很计算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看到，哇，这个的彼得真的是很有爱了，对不对？约翰呢？约翰又怎么样？那个叫火烧人的那个呢？他又怎么样啊？我们看一下《约翰一书》的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。《约翰一书》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兄弟，
就是说谎的，不爱看得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应当爱弟兄，这就是我们从神领受的命令。 Amen。 哇，这个就是约翰哦，突然间约翰来写出这种话，好像两个人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哇，那个不欢迎耶稣，哇，说话烧他们呢。但是现在约翰他说什么？神先爱我们，他讲如果我们爱神的话，我们也要爱我们的弟兄，不然的话我们是说谎的。你讲你爱神，然后你不可以爱那个的弟兄，对不对？爱神的人也当爱弟兄嘛。这是我们从神 领受的命令，看到吗？弟兄姊妹，原来你花更多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，你就怎么样，就有更多的爱咯。他讲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嘛，所以当你有很多这个爱的时候，你就能爱其他的人哦。所以我们不要讲其他的，你看这个的彼得和约翰就可以了，本来是没有什么怜悯的心的，本来都不会爱人的，但是现在你看他们两个都被改变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神他就是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太太有更多的爱的话，你需要做什么啊？要叫他常常来教会亲近主，他就会有爱了，就有改变了，明白吗？不然每天都充满火，对不对？好像那个的彼得，好像那个约翰的雅各，对不对？啊，要火，要叫火烧下来吧，要火啊，哇，哇，很火哎，很火哎。常常亲近耶稣了过后就不一样了，你看，哎呦，如果你想爱神，拜弟兄哪里可以？要爱，这是神的命令。彼得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爱。哇，彼得嘞，是吗？你们没砍人家的耳朵的？你看这个，叫火烧人的有吗？改变很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跟耶稣在一起。弟兄姊妹，你需要更多的爱吗？花更多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，花更多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的新年，你会遇到很多的亲戚，遇到很多的朋友。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的人的脸顶不顺的话，我告诉你要这样的做：早上一起来就赶快的去亲近祖先，亲近主了过后出来就不一样了，就可以哎呀，哈利路亚！来来来，抱抱一下，来来来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好了，最后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是要做那个朋友 ，be that friend。我们不是单单的要跟那些有爱的人在一起而已，但是我们也要做那个人呐、啊。我们要做那个人家会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个人。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九到第十节，来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到第十节，爱不可虚伪，恶要厌恶，善要持守，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，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。 Amen。 那这个就是保罗所写的、这个的保罗也是一个没有爱的人来的，我跟你讲，也是因为遇到耶稣了过后，你看现在还就写这样子的东西、有吗？讲到爱，一直的讲到这个的爱，你常常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很多的爱。在这边的时候，这个的保罗就劝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人， you become that person。 你做那个人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要喜欢做你的朋友啊，因为你就是那个人，使到人家会感受到爱的。很多年前呢，其实我一个的舅舅呢，他打羽球是很厉害的、在学校的里面也是拿冠军的、很多的时候也是去代表那个学校，然后去比赛这样子的。那么呢，突然间他就没有打羽球了、然后转去打网球了，就是那个舅舅啦。现在我会打网球也是因为他的、都是他教的。然后我就很奇怪，为什么、打羽球 打羽球打过后然后又停了，没有再打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是专注打网球罢了。一直到最近的时候呢，他在跟我们讲到底发生什么事、他讲就是有一次，那时候呢，他就打球打羽球进到那个的决赛了。进到决赛的时候呢，他就跟他另外一个的对手来打。那么因为他的对手的那个皮肤跟他不一样，他讲你知道吗，讲全场、全场的人呢全部支持他的对手，
因为只有他一个华人嘛，在那边嘛。他讲包括他的朋友哦，哎呀，哇，我的朋友全部都支持他嘞，跟我同校的那是支持他嘞。他打完第一场了过后呢，第一个 set 他打完了过后呢，你知道第二个 set 了哈，第二场他不要打了，他直接给那个人 walk over， 他说啊，给你赢，给你拿，不要打了。然后从那天开始呢，他不再打野球了。他就讲什么呢，他讲反正全场的人都要他生，对不对，给他生咯，给他啦，不用钱啦，不要不要、哦、不要不要不要，他们要就给他。从那天开始就不再打羽球了，然后他就转去打网球。哦，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有这样子的事哦。那当他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就有跟一个黑人打棒球的故事差不多一样，但是有一点的最后的时候是不一样。他的名字是叫什么呢？ Jackie Robinson。那 Jackie Robinson 呢，他就是那第一个黑人、哦啊、打棒球的跟 白种人打棒球的黑人来的。那以前呢，你要知道在美国、哦、他们是分到很清的、哦、白种人是有他们自己的、哦、自己的团队的，然后呢黑人是有黑人的，所以他们没有掺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个 Jackie Robinson 他是第一个那个、黑人、哦、掺在白种人呢一起的来打棒球。所以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每一次当他进、去打球的时候呢，在那个球场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嘲笑他，哇，一直在嘲笑他，因为是黑人啊这样子哦。然后有一天就在他们的那个的、球场的里面，他就犯了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的错误，所以呢全场的人在那边哇又嘲笑他批评他，一直在骂他骂他这样子哦。他就站在那个的儿垒那边啊，感受到非常的被羞辱这样子的，很羞辱啊这样子的事。然后就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 B.V. Reese， 他的队友来的，他就走到他的旁边，然后把他的手这样子的抱着他放在他的肩膀上，然后一直的看全场的人不走，一直到什么，一直到全场的人静下来。哇，你知道吗，这个黑人他就说什么呢， Jackie Robinson， 他讲那时刻就救了他的职业，他本来都想放弃了，就好像我的舅舅这样子的一样，哇，全场上 OK 了，够了，不要 OK， 不要打了，转，不要再打了。 Jackie Robinson 那时候就是好像要这样了，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，最后的时候有一个的人走在他的旁边，然后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扶持他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就是要做 PV Reese， 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鼓励人的人，当人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我们去扶持他起来，让他再次能够站立起来。所以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朋友呢？我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？我是不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？我是不是一个礼让的人？我是不是对别人的我都有顾念到别人？保罗说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人，在罗马书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的经文，因为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能够遵守神给我们的那个的命令，就是彼此相爱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的新年的里面，我们遇到很多的朋友，很多的亲戚，让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跟人有一个更好的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有更好的关系的话，当然我们一定要有那个技巧了，对不对啊？你要跟人家好的关系，你要有技巧的。第一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人要有兴趣了， Be interested in other people， 然后笑多一点，记得人的名，做一个的好的聆听者，然后鼓励人多一点。第二，我们要懂得选择我们的朋友，花更多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。你花更多的时间在他的面前的话，你就会有更多的那个的爱，就好像这个的彼得还有这个的约翰。最后我们就是要做那个人， Amen， 做那个有爱的人，让每一个人都会喜欢我们，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我请弟兄们上前来。